您好，我们位于米兰的 Via Bet16。白天，大楼的门是开着的，或是有门卫在场。如果您是傍晚或晚上抵达，请聊天，我们会远端为您开门。进入大楼后，立即向左走，信箱后的第二个门是住宿设施的门，您必须透过输入密码才能进入住宿设施。要取得城市码，您必须完成 self check-in。也就是说，您必须在抵达前大约一周，在 Booking 或 Airbnb 聊天或 WhatsApp 中发送预订者以及任何同伴的身份证或护照照片。您将收到入境代码的回复，它相当于拥有一套钥匙。您发送给我们的照片的隐私收据，一张将在您入住后三天删除的照片，以及一份包含如何到达那里的所有资讯的数位文件。一进屋就有两间房间，Santano 经济房和 Santodo 远景房，两间房间的门上都挂着一串钥匙，有两把钥匙，房间钥匙和大楼门钥匙，确保离开时将它们放回原处。在此页面上，您还可以找到所有欢迎视频，解释如何在房子里走动以及已经回答的最常见问题。我们邀请您造访视讯入口网站 www.mi-tu.it， 其中包含1000多个关于米兰、纪念碑、礼拜场所、迪斯科舞厅、酒吧、酒庄、画廊、博物馆、商店、公园、游泳池、传统、历史、名人、音乐、运动、短途旅行、美食等等，可以在您入住期间为您提供帮助。祝您住得愉快，感谢您选择我们。米兰弗洛里斯宾馆工作人员的亲吻与拥抱。